还有，你走快点儿。咦，乖乖，咋恁多人嘞？这手速可好嘞，一看那气质你就知道俺来手就是为了舞蹈深造嘞。你看那体型多标准多苗条，不学舞蹈白瞎了，赶紧做舞蹈学校就要到了。你就是何雄飞对吗？是。哦，就是你在网上缴费到我们舞蹈学校来学习吗？是。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就是来骗你的，来见你的。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舞蹈学校，来来来，我们的舞蹈学校呢叫大掰胯舞蹈学校。我们主攻的是古典舞、民族舞、民间舞、探戈、踢踏、拉丁舞，还有华尔兹。所以说我们学校的口号就是学不会不退费。那你们需要听死表练了。那是说什么呢你？什么叫挺死不要脸呢？是不要脸死挺。助理上来。来到我们的学校知道吗？这是你们的舞蹈老师。他是我的舞蹈老师。看他那个体型。哎，我的妈！就你还有资格说人家？你没照过镜子呀？告诉你，咱们时间紧迫，既然来了就先上第一课啊！咱们的第一课就是机械摇滚街头霹雳咔嚓舞。老师，你咋恁拧巴了？什么叫拧巴？什么叫拧巴？什么叫拧巴呀？你见过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美国跳舞的有个叫迈克尔·杰克逊，迈老艺术家，人家的舞蹈拧巴吗？人家的舞蹈多带劲，都这样，空咔空咔空咔咔空。我拧巴了吗？比说的还拧巴。老师，俺三舅从杨家峰的手都比你漂亮。你这个胖子，你怎么跟老师说话呢？啊！我这要咬人呐。那你三舅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俺三舅，这啊的一嗓子就是癫痫犯了。算算算了算了，我看你的资质也一般，迈克尔·杰克逊不适合你们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我看你们俩的资质特别适合跳这个拉丁舞。你咋知道？啊，相信老师的判断力。俺们要学拉丁舞。哎，一张嘴就业余了啊，太土了。正规发音跟老师学啊。Ready。 发音你打算喷多远呢？不是，是舌头。 Ready。 这是要自尽知道吗？你再咬下来弹舌头知道吗？ Ready。 你喂猪呢？这篇翻过去，叫你一些理论吧。知道拉丁舞为什么叫拉丁舞吗？为啥嘞？哈，这个问题问得好啊。这个因为拉丁舞就是的时候跳的舞。老师，那恰恰舞呢？恰恰舞就是嗑瓜子的时候跳的舞嘛。哪那么多废话啊！记住了啊，动作要领一定要掌握。拉丁舞讲究的是扭手、扭臂、扭肘、扭颈、扭腰，最重要的就是扭腰，知道吗？老师，你就是个螺丝钉。什么叫螺丝钉啊？我怎么跟你说你都不明白？来来来来，只有实践才能证明一切。来，老师给你实践一下。
跳拉丁舞的时候，谁跟男的跳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把那个美女给我叫过来。你要他？我说的是跳拉丁，不是相扑。扑不扑？你哪知道？跳跳。摔坏几个舞伴啊你！没事吧，同学？老师啊，拉丁舞的特点全是扭腰，不好学。老师啊，我不学了，你把费用给我退了吧。说什么呢你？你说退就退啊，我们这儿有我们这儿的规矩，知道吗？降龙不压地头蛇。啊！又换了，又换了啊！忍你半天了。就你还老实呢，瞧你这模样，羊不羊，土不土，不是面包是白薯。那都是孩子该说的话吗？这个，我今儿我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们不行？你们听没听过那句老话呀？老话怎么说？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工作者。我们可是大掰胯舞蹈学校。我们的祖师爷是貔貅，只进不出。骗了这么多孩子，谁从这拿走一分钱了？就你这样，我见得多多多。这又是谁呀、啊？这是俺爹，你爹，尽量别打死了，留活口。小孩，哎呀呀呀呀！走！啊！啊！